何人？因何击鼓？一十一华，状告祥云县县令裴炳明。哦，那你且说说，状告本官何罪？其罪一，抓错无辜；其罪二，教育无方。 裴炳明之女裴英英满口胡言，污蔑我的药童云归，诋毁我慈花医馆的声誉。你是说裴英英撒谎？有何证据？裴英英满身是血的回来，所有人都看见了，证据确凿。大人，您可知动物血和人血是有区别的？动物血叫人血浓稠且色深，且腥味更浓。 而裴小姐身上残留的血迹，我在方府曾见过。若真是人血，小女便不会出现在此。裴英英不知用了何种手段，私闯我的医馆，往我水缸中下药，致使林翔误食，平白生出事端。云归得知此事，找其辩论，可能是起了争执，误伤了裴小姐。 但归根结底，都是裴小姐有错在先，可她却反而栽赃陷害。我没有，你少胡说八道！裴英英，真相如何？一问便知。郑天，依华说林翔误食药粉，可有此事？ 大人，属下不记得了。什么叫不记得了？这也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。天哥哥说不记得了，不就是没有我的意思？也罢，待我明日问问林翔，云归暂且收监。若你所言属实，本官。 西给我出的主意，他上次说适当受伤有助于激发起男人的保护欲，所以我才让他给我弄了一点点鸡血。死丫头，出门都有是人干的事吧？哎呦，老大，小姐她不是故意的，你就原谅她吧。 骗你是我不对，可是云归他确实是绑了我呀。你看这伤他可做不了假的。哎呦喂！啊，是是是。那催情药粉呢？明英，这种药怎么可以胡来？你听我解释，那泻药我就是想给云归个教训。 平息之前，他云归那里受了欺负，我答应了要帮他出口气。就是老大，大小姐，她不是故意的。大小姐，居然是你搞的鬼！那就是个误会啊。所以晚点我爹要是问起来的话，殿下，害我那么丢人，还让我帮你圆谎，不行。 我要跟大人如实禀报，你真有没意思啦！哎，林翔，哎，你要想啊，你说，万一我被我爹活活揍死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对不对？你是说以后你再私自旷工，你在矿工偷懒，谁替你照顾？啊？好了。
听话吗？那现在就跟我去找大人，把这件事情说清楚，然后去慈华医馆跟一华道歉。你根本就不听话，你根本就不听话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。你看看大家给的手，这个手都受伤了，疼啊。是你别生气了，你看看那手这么重啊。对呀，你看看那手都那样了，你别生气了。心好。看看你不心疼吗？你知道你看着都疼。老大有个看着小姐。好了好了。下不为例啊。操碎了心。易华大夫，易华大夫，啊，王大叔，易华大夫，你许久没有来了，今天这事。易华大夫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当初看诊就总不收我们的钱，你能不能？借我点银子。银子？王大叔，你可是遇到了什么难处？我想去罗氏医馆。罗？王大叔，你找我借钱原来是去找罗英年看病。可是王大叔，你没有想过我也是医师啊，他会看的病我都会看，而且还不收你的钱。不，你不懂。易华姑娘，就算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借我点银子吧。好吧，我借给你。谢谢易华姑娘，谢谢易华姑娘。到底是什么样的病症，偏偏就只有他罗英年能治？老板娘这是见罗某人不在，睹物思人。罗医师说笑了，我这不是怕你房间不干净，想着来打扫一下吗？既然老板娘如此有心，为表谢意，罗某请你喝一杯。想必裴大人已经有了调查结果，不过有样东西还想请大人过目。这不是被云归扔了吗？
裴小姐以为药粉包被云归扔了，想必你是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。这还用猜，这还用问吗？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以为药粉包被云归给扔了，结果真不巧，他只是偷偷藏了起来。你别血口喷人啊，我从来没见过你手里的东西。听说你不小心粘了一手的植物汁液，然后又用手去拿了这个药粉包，对吗？这种植物汁液干涸之后会产生难以去除的气味，需要用特定的药水才能去掉。不信你闻闻你手上的味道和这药粉包的味道是不是一样。既然如此，裴小姐敢不敢吞下它以证清白？这算什么证明清白啊？谁知道你有没有在里面加什么不该加的东西？爹，你不能听他的。爹，你不能吃。爹，你不能吃这个。爹，爹，大人。爹，真吐了。爹，爹，你吐了。爹，水，有没有水啊？有水。爹，找水啊！爹，爹，爹，没事吧？爹，行了，行了。先喝点水。眼睛开始泛红了，那术士说即刻就能见效，我怎么办啊？我真的……看来依华所言不虚，下药的人真的是你。哎，莹莹，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来？你现在难不难受啊？你热不热啊？爹，你要不要去碰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犯下了什么样的过错？我裴炳明一生自诩公正廉明，怎么就交出你这么个罔顾法纪的女儿？我爹，家门不幸，实乃是家门不幸啊。忧虑，这包只是普通的面粉而已，无需解毒。小女有错在先，幸得依华大夫既往不咎，云归所为关押数日，已作惩戒，此案到此了结。云归，云归，你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？无妨。没事了。情急之下才出此下策，如有得罪，请裴大人多多包涵。是老夫教女无方，冒犯了依华大夫，在此写小女诚意之歉，请姑娘恕罪。爹，大可不必。还不快向依华姑娘赔罪！裴莹莹，对不起。那民女先行告退。啊。走，我带你回家。
怎么了？你今天又救了我一次。这是给我的奖励吗？奖励？你又闯了祸啊！为了防止你又惹出什么乱子，特意给你准备了银针一包，如果遇到特殊情况，你就拿出银针刺向你的百会穴，听明白了吗？好，百会穴。走啦！我以为你顶多就是骄纵蛮横，也未对你多加约束，没想到你竟然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来。丫头，你说，如果樱花大夫因为你下的药粉遭遇什么不测，我裴家拿什么向人家姑娘赔罪？你说。你说啊！扰乱公堂，偏心不正，公私不分，气死老夫了。丫头，如果你娘在世，看到你变成如斯模样，百年之后，我还有什么颜面下去见她？我从小到大，你不是忙于公务，就是关心百姓，你何曾关心过我半分？是，裴大人是一等一的父母官。像一些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子民，除了我裴莹莹。早知道如此，我娘当初就不应该白白牺牲自己的性命，叫我一个人留在这苦哈哈的世界上。死丫头，你气死我了！这丫头倔起来，跟她娘年轻时候真是一模一样啊！你好，你知道附近哪里做针线活吗？不知道。东城好像有。你好，你知道附近哪里做针线活吗？不知道。看这个呢，平贵。方木头。怎么？方木头，你知道这附近有做针线活的地方吗？这边街市倒是没有，在另外一头，我带你去。真的吗？谢谢。对了，你是要补什么东西吗？称不上去。这是依华亲手给我做的，干活的时候不小心给刮破了，所以着急给他补好。这是依华给你做的？对啊。你看，前两天为了给你拾到屋顶，好好的衣裳都破了。我再给你买件新的。那倒不必破费。那个，你就给我缝两针就行。我的手只拿金针，不拿绣花针。铺子就在前面，你自己去吧。方捕头，老大，我认错人了？没有啊，就是他。那他为什么不理我？他是不是心情不好？心情不好？因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明明刚才还好好的。铺子。香囊不错呀，依华大夫送的吧？对啊，真没想到依华如此心灵手巧。老大，你看这绣工。老大，别生气了，跟自己亲爹有什么可置气的？
他不过就是训了你几句。他还打我。好了好了，这次多分你一点，就当是弥补心灵创伤了。嗯。你说我这是不是该去买一条新裙子什么的？得买特别贵的。对，是。你还不如用这个钱买个拿得出手的香囊送给老大呢。香囊？为什么要送香囊？公家的，公家的，不就是个破香囊吗？我给天哥哥做一个，十个、一百个，一年不带重样了都。嗯，一百个。哎，你看这个鼻翼鸟，像不像我们俩？莺莺，不要闹了，我们怎么会像鼻翼鸟呢？不是，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，怎么会不像吗？你明知道我对你的喜欢，不是那种喜欢。那只是你还没有发现而已。你仔细想啊，你要不喜欢我，怎么会为了我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？什么决定？你还不是因为我小时候说，捕头是除了我爹以外最厉害的人，长大以后你为了保护我，才做了一名捕头的吗？其实莺莺，
你误会了。站住！站住！给我把糖葫芦给我！动手，不然我们就动手了。交给我！快走！愣着干嘛？快跑！你也想试试？为什么他们总是想欺负我？因为他们每一次都能从你这里抢到东西，上一次是玩具，这一次是糖葫芦。总之，他们知道，吃定你，准没错。方成天，一味示弱就会让你失去的越来越多。想不被欺负，就要学会反抗，知道吗？嗯，我知道了，一华。我不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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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听！你撒谎，你是从小陪我一起长大的。你不要闹了，我跟你说过，我只把你当做我妹妹。我不。哎，老大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你橘子吃吗？别走开，精彩在后面。知所当然，则用古之方。能不知古人之意，知所以然，则方可自知。而亦能和。我今天不想听医书了。唉，我连做梦都是针灸。好，那今天给你讲个故事如何？嗯，来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英勇的武士，他披荆斩棘来到一座宫殿。这宫殿当中呢，有一个美人，她沉睡了特别特别特别的久。据说用真心才能唤醒美人，而这武士的真心真的唤醒了美人。然后他发现美人是个公主。然后呢？然后他们就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了。所以这个故事呢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只有拥有充足的睡眠，才能成为一个公主。嗯，所以可以睡觉了吗？你的小公主。嗯，好。